因为啊，海军总司令丁多少将，应我国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的邀请，专程前来我国访问五天。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今天曾代表政府，以隆重的敬礼欢迎这位从南美来的贵宾。这项仪式简单而隆重，历时20分钟。下午3:30，丁多少将又驱车前往国防部拜会国防部长陈道明，就两国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广泛的交换意见。今天晚上，丁多少将捐薪给我国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。